大家好，我是郑嘉华，欢迎来吃我的鸡蛋糕。在东莞三村的秀泰前面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想吃的赶快来哦。啊这就是明显的巧克力口味的蛋糕哦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试吃时间，很紧张。邓嘉华亲手做的鸡蛋糕，一家的呢。你有没有最想喂谁吃啊？老板娘。查甫人吼，千万唔通顺自己嘴啦。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说要来就是打工？想说换得跑道，想要以好的形象发展。你会觉得以前太荒唐了？对对对。你觉得最荒唐的是哪一些事？还蛮多的，反正这都过去式了。对。为什么会特别选中是这个餐饮？因为老板娘漂亮。那老板娘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我这一班会来礼拜三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。所以目前有粉丝慕名而来了吗？有，还这两天还蛮多粉丝过来的。希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嘛？在这个鸡蛋糕店，自己开店的。所以你就是打算有一天学好了背叛老板娘？没有，是公读还是正职？学徒，应该是学徒。算学徒。对。那这样一个月可以拿多少薪水？工资是秘密。因为你之前还有说你会拍那个手机嘛？对。那现在还会拍吗？看状况。是身体状况吗？对，身体状况。那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？就还。一般一般。那第一次之后的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有没有想到想说有一些新的花样可以加入？人体鸡蛋糕，会不会太 over？ 你觉得拍片比较重要还是感情比较重要？感情吧。鸡蛋糕店打工也希望说有不期而遇嘛。没错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类型？之前在某某台的三口姐姐。然后讲话温柔温柔的，很亲切。要比你高还是比你矮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体重嘞，50公斤左右吧。我这么精准。头发嘞，短头发，多短？像老板娘这样子，后面差不多。老板娘后面会不会捏一把冷汗？他也是蛮荣幸的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的，这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阿哥最